个可能嘛，哈，两个可能，一个就是我们南军啊，正南起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办理初选跟全民调这种机制嘛，哈。那第二个可能就是把他邀请进来，叫做泛蓝的大团结来举行。哇，这两项哦，总是爱有一项多经嘛，哦，各位啊，你是真好的议员啦，啊嘛，足好的东西，大家到命。好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好，你讲的哦，希望议员啊听到，安尼就对了。